接下来是我们的全新板块第一发布，来看一下有哪些明星通过我们的节目发布最新动态。娱乐现场第一发布，我在这里，大家好，我是林志颖。已经出了好几年的唱片，我不希望再食言了，那今年是第七年了，这个第 七年之痒不能再让它发生，所以唱片还在继续制作当中。只是呢，我每年都在做来之后发现，哎，我听了前几年做的音乐，怎么现在开始跟不上时代潮流，所以又要重新再制作一些新的歌曲。这期请大家拜托拜托，再给我一点时间。娱乐现场第一发布，大家好，我是香港的罗家英啊，我现在在横店拍一个叫做啊《城市猎人》这个电视剧吧。我拍完这个戏呢，我就回香港了，因为香港那个叫做这种中国戏剧节，我就负责一个戏叫做《战宛城》。啊，在六月份就要开锣了。娱乐现场第一发布，我在这里，我是马苏，马上就要拍完这部戏了，又要回到北京继续奋战。结婚潜规则，希望大家继续关注，谢谢。